中读圣马窦福音，耶稣食了中，他的门徒对伊，突然间害起了大狂呼，要中差不多爱被淹掉，耶稣却不掉，伊人就叫伊请主啊救命！咱爱向往咯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相信这个人啊，你做你兄无胆，就起来，斥责了风甲海，就真正平静。”撒人曾经去说：“这个是什么人？让风雨甲海拢听伊个话。”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兄弟姐妹，咱今日这个故事，当耶稣主甲门徒到中来了，起了大风雨，中差不多就要淹掉。耶稣看到屋门徒就把伊叫醒，了耶稣就将这个大风雨灭醒了。这故事唔单单是一个故事，古早个事情甲咱无关系。所以这个故事对初期的教会是真重要。初期的教会，伊人特别是用这个钟来表示教会，了教会在这个世界中，特别是我着真侪大风雨，尤其是初期教会来教会来拜啊，伊人受着迫害，尤其是受罗马人个迫害。所以到这种我着这种迫害的时候，真侪门徒伊人爱为主牺牲家己个生命，所以这个福音是爱鼓励他们到我着做生个事，卖惊，因为主其实是甲伊人同道个，所以主爱帮助伊人。伊人在初期个教会，这个受迫害个时间，虽然真严重，到后罗马终于个罗马个王家己成了主，了世界太太平。但是这个福音啊，暗是单单是基于这个初期个教会。咱在咱今这个生活，咱特别是碰起我着大烦恼，就是咱生活当我着什么艰苦个物件，严重个面对。有时咱感觉咱主好像是无采纳，主无多，主多恶着些。其实无影，其实主是甲咱同道，伊时时刻刻甲咱做伙。咱若是用正面个态度来面对咱所遭遇个一个问题，卖怨天怨人，卖批评，咱用一个正正个态度去面对。也能在，就是咱我着真大个一个困难啊，大概困难，大概危险，其实是一个机会。咱华哥啊，当咱一个机会就是叫危机啊，有危险就有机会。也咱若是成一个危险的时候，好好做淡薄改变，好好推那一点做自己。一定做咩进步，一定做咩用新嘅方法，咱会感觉到这个危险其实啊，同时是予咱一个机会来进步。或者咱最终遇到这个疫情，咱在咱有真侪物件袂得做，但是同时其实咱有真侪物件古早无变做嘅，最终会得做咯。比如讲，咱最终甲咱嘅家人有真侪时间做伙。咱最终真侪机会用这个平台个这个科学，了咱会得好好响应，目前咱所有个物件，替咱做物会得改变，做物改善，做物会进步。了咱若是有天主个智慧，天主个力量，甲咱做物，咱也会获得这个将这个问题
来改变。咱求天主赐咱着世界信心，相信天主甲咱同道，咱有平使咱个生活更加好，因为主会帮助咱。感谢大家，天主庇佑。